所以其实最明显的地方，也就是最有疑点的地方了。没错，照这个逻辑就能找到疑点。时间只剩下两分钟，这四位大帅哥能否找到最后一个疑点，由于是携带呢？我觉得就在这一间，非常有可能，因为这间我们根本没找到。我跟你讲，都是你们看得到的东西，都是你们看得到的东西。两分钟，两分钟，快，我们被藏起来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吓到我跟你讲，好恐怖，有没有信任？那个纽扣上面有快干胶。我吃了一口，赶快最后一个，快点！一分钟，一分钟，好，慢慢来 ，Let's go， 康东，时间，还有1分15秒，加油！啊，还在，去帮包点，对对，看那个水窗，水床，有水床啊，要听到了，水床。水床是假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水床是假的。没有。I can't believe it！ 你来了。没有。哦，你是说那个？好，那个关系。哦，亲爱的上帝。水床？你怎么知道水床啊？你有听到安讲？巫师爸爸说谎了吗？贝伦孩子去迷途的羔羊，他们能有机会寻回正确的方向吗？水床，你怎么知道水床啊？你有听到安讲？水床内裤哎！3、2、1，水床里面有一支笔。6、5，水床我知道了。3、2、1。好吧，等一下他来了，然后找不到，怎么也找不到嘞？好了，失败，恭喜获得6万元的奖金。来，飞过来，这样。Shake your hand. Yeah. Almost. 差不多。差怎么会？还有这么一点呢？差一个羞愧而已。再找。吴尊。吴尊，下课了啦！下课了。我找到了，你们输了。找到怎么样？没有啦。那你们觉得有哪里有问题呢？水床，我觉得刚刚那真的是在水床吗？是他说了、啊，没有，我说你下一步在水床再休息一下啊。那天哪，你别忘他是牧师。对呀，他是 true， 呀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休息一下。对呀，他没办法，他那个我们这个夫人这里，他说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，就是这个鞋。看谁适合穿就送你。我看那个鞋带有点歪。等一下，鞋带。有意思。This is way too hard, OK? 所以就 put the shoes。恭喜我们这个大卫这边啊 ，David Homer 这团全家人获得6万元的奖金。Oh no, it's open.6万元！哎呀，夫人，哎呀 ，Thank you，It's true。那你帮我们送出这6万元，好吧？所以这个礼拜在电视最后，我们节目最后就不会听到你们的，懂那意思吗？不要这样，谢广哥。我们这又撇了钱，然后又要帮你们打。那你们可不可以用这6万的一些钱帮我们买张专辑？反正我们拍了一张啊，买几买个10张好，买个10张，大家做朋友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次谢谢他们，来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对吧？好，案发现场躲猫猫成功了，欢迎支持我们的双面飞轮海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我心里想说，今天6万块肯定可以省下来。真的好难，这鞋哥，那你知道这双鞋？而且你知道宪哥啊，这个腥味跟鞋味也差不多，有咸鱼的味道。那这双鞋你知道摆在哪里吗？是不是在楼梯啊？楼梯间吗？太难了啦！你们经过差不多至少20次，来来回回，那没关系啦，好了。这双假如是 Jordan 的鞋，我就会去看。真的吗？但是 OK 了，至少我们把欢乐带到他们家。好了，外面好多粉丝，我下去签个。
证明。谢谢慢走。OK。我们那么聪明，居然输就输在一双鞋上。而且这真的很精湛，鞋子呢？谁会去找鞋子啊？还这样。哎呦，真的很断害哦！他们用那瞬间就要把这鱿鱼丝整个粘得像鞋带，真的做得超像。而且他们不管是在视觉上面，连味觉都顾虑到，因为味道嘛，闻起来还是很臭味。因为鳕鱼香丝也是咸鱼啊，那这个也是咸鱼。吴尊吃的你怎么没闻到啊？你说说看，今天真失败，我的鼻子怎么搞啊？我的鼻子掉，花石榴有鼻子。你的鼻子怎么了？我今天干闹，所以不好意思。不过我觉得比上一次我们来找好多了，真的只差一个哎，真的啊，有进步啊。那我们明年发专辑的时候，要全部找到，一定会全部找到的。人家说什么情场失意，什么赌场得意，我们就是这一次我们双管齐下，双面进攻没有成功，但是我们的双面飞轮海一片大卖，一定要支持哦。存在才不孤单，苦乐都有你分担分享，幸福奢侈的